台东的病院加一个养护机构，讲即马正欠这啊长期照顾服务的人员，要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无入台东病院，拍算家己来培训照护员，会当留伫病院服务，按过也未装着相关培训的经费。卫福部台东病院当地协助培训台东县的照顾服务员，江苏指导学员学照护的技巧，协助适龄的患者刷叮当落眠床，也过来了解文化背景，才会当甲这个需要互照顾的人建立好的关系。经过132点钟培训的课程，这个照顾服务员就会当考证照，伫台东县服务。所以我到时候这里结业完的时候，然后去考上证照，我会来我们医院，然后去做。一个温小姐选择去病院服务，不过台东县各种类型的长照服务据点和机构，按算两年了后，可能会需要100个人左右。其中病院和养护机构需要各补50个人，不过目前培训完成的照护员，大部分拢选择去社区的据点或者是居家服务，留在病院和机构较少。因为病房又是轮三班，又是那个体力上面负荷会比较大一点。国立台东病院目前要欠20-30个照护员，病院按算培训家己的照护员，一个人的费用差不多5000至10万。病院这边当地想办法将培训的经费，训练会当留伫病院的人才，才会当解决病院照护员人力不够的问题。希望会当达到一个照护员照顾5个患者的照顾比例。所以这个相关的训练的一个模式，我们都已经建立好了啊，只是说透过这样看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模式增加更多人来参与当就是担任照护员的意愿这样子。台东病院表示，病院有专门的照护员，患者的家属嘛才有法度通休喘，费用嘛会比自费减1倍左右，会当成做台东地区专职照护的据点。不过要甲病院的照护员拉好条，薪水待遇可能爱搁较悬嘞。记者综合报道。